Hello.哎哎，今天我们要看《金风 Five》的这个本年干鸟啊，我们等一等见证，进来啊，因为我要讲一下见证，还有一样事情要帮我做。先生，上一次你还有欠我东西啊，你还没有做啊，对不对？欠我什么东西？先生，quiz，Jensen 没有做，Johnson 跟 Payton 都做了，你没有做哈。说你没有做，你没有在看那些 video 是吗？啊，人生，等下你跟我去做啊，这个 quiz 只有10题吧？不要懒惰啊，那个是 form four 的啦，等下去做啊，很快吧，容易的，我特地选些容易的嘞，不难。OK，所、so, 以今天我们啊，等一下啊，我刚刚讲了，我们今天会开始上 Form Five 的了，来看看。Form Five 你们有，它是算七科啦，哎，不是七科啦，七科，还有七个课，然后Mock Dojo 它是个 project 来的，是你们的 project，所、so, 以你们今年要做一份 project 出来啦。哎，这 project 就是你们 proposal 本来答案，不然讲恩本来答案。哎，这些呢都是老师给分的，20分啊，你们要做好了呀。它是你们的 SBM 占据20%，所以你做好你这个本啊 project，你的本两个是不会 fail 的啦，基本上。然后这个本两个这份 project 呢是学校老师给分的，所以老师，然后这一个 project，然后老师学校老师呢他也会教你们怎么做，一步一步的教你们做。所以你跟着老师要的那个 criteria，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拿比分数应该是不错的啦。啊，等下一定要做啊，不要 last minute 做了啊，可以吗？所以你们就可以开始想一想了。可能有一些学校老师哦，他会帮你们决定，OK，你们要他给你们几个选择啦，OK，要做些什么 journey 本两个案，哎，有的是我看过，有的学校是叫我们做开 cafe 的，你要去计划。啊，你要开一间 cafe 的话，要有什么
然强案，然后有的老师叫他们做 Bengal Grader， Bengal Mobile Grader 修车厂，然后还有个卖吃的，还有卖那个什么餐车，他做餐车那个也是有，所以看你们学校老师会给你们什么卷力色啦，啊，看老师的喜欢的，你跟着老师的 steps 做就可以了。OK， 这个通常应该会在月中啊、年中啊、年中老师应该会叫你们做了啦。做好好啊，二十分啊，那个 ，OK， 然后剩下的就是六个 bug 啦。给六个 bug 呢 ，Form Five 的其实它也不难，还不难，其实本两个它不难，只是多东西要背罢了。Okay， 可是你了解就应该就 OK 了啦。OK， 然后一开始呢，第一个 bug 它是关于Bermurus。那是第一课，本古鲁山苏巴马努谢尔。所以这整个第一个包，我们都是讲关于人力资源的部分，苏巴马努谢尔人力资源的部分怎么去管理啦？从 A 到 Z 啦，很多东西啦，在这个包里面。然后第二个包呢，我们讲完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话，我们就会看苏巴 physical。跟 technology 就是你要讲管理你的公司的 super physical， 像你的 machine 啊，你的 Burmese 啦、啊，你的 stocks 啊，还有你的lesson Parisian 啊，你的 software 啊，你的一些你的什么，你所 design 的这个 logo 啊，品牌啊，这些你要讲去 Mengurus 这个 bug 也是很容易的，第二个 bug 比第一个 bug 更容易。然后第三个 bug 呢，就它会比较多东西要背。第三个 bug 就是那些我们讲什么呢？那些 scheme 本别呀案。第三个 bug 我们就讲关于贷款。OK， 当你要做生意的时候，你要得到一些贷款嘛。然后有一些贷款的名字你必须要记得啦。啊，可是那个也不多，蛮容易的一下。然后第四课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本雅德格王案。OK， 这本雅德格网案就是说你要讲准备你的 account 啦。哎，他这个本雅德第四课就有动到一点点 account 的东西。你们有哪 account 吗？这边三个人学是哪 account 的？学是哪 account？ 有人吗？有人哪 account 啊？就是本人人生学是哪 account？啊，人生哪 account？ 你配了哪 account？ 就是呢？也是没有哪一靠 ，OK， 有哪一靠的人对这个第四个报会比较上手一点嘛，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他会有讲到一些像，比如讲到一些关于你们的 account 的东西的，第四课，然后有点算数的东西，他要算，然后第五课呢，第五课我跟你讲是在 Form 5里面最容易的东西来的。OK， 最容易的一个报就是他讲要就是讲准备成为一个企业家，不是第二案本家第五十号案，然后就是讲企业家应该要有的一些什么你赖赖有什么特征这个是容易的拿送分的一个报来的。然后第六个报呢，就是你要讲去注册或者是开始你的本雅干，你不是第二案门户的看你本雅干怎样去，如果你是 Perseverian 的或者是米兰看独高的话，你要讲去注册你公司，你要讲去 SSM Procedure A， 从 A 到 Z 怎么样注册，这些都要懂在这个报。第六个报第七个报就是刚我讲你的 proposal 的了，那个教你怎么样去做你的软枪案本雅干你的 proposal 在第七课，就是这样子罢了。这个六课啊，七课啊，算是六课。也说第一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本乌山孙伯马努谢。OK， 所以孙伯马努谢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就是我们的人力啊，人力资源。然后本乌山就是什么管理人力资源，就是他们的经理啦。本乌山孙伯，我们讲去管理我们的人力资源。OK， 管理人力资源呢，我们也可以称为它叫做。我们去管理我们的 model in 3， model in 3就是苏巴马努谢的意思，它改成不同的意思罢了，不同的本家答案。model 因为你的员工哦是公司的一个资产来的嘛，它算是个 model， 然后 in 3就是人类咯，
modal insan yang memberikan tumpuan kepada keperluan manusia dan keperluan sumber manusia dan pembahagian kerja dalam sesebuah organisasi. Jadi,人力资源管理呢，就是说管理我们的员工。OK， 然后管理员工，他怎样去管理呢？我们 focus 在这个员工的需求 keperluan sumber manusia， keperluan sumber manusia 就是员工的需求，跟你怎样去分配这一个啊、你的员工他的工作。在你的公司里面、啊、这是整个大致上呢它的这个本无上数目马路线的马术。其实、在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里面呢，它不单单只是、要知道这是什么、员工的这个需求啦，还有分工作分配，它有很多很多它的角色。这些角色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去看、啊、在这个报里面啊。所以他讲，我哋读本文上书本嘛，有些不如你本多，你软强，还有你拉三的干，等等得力地，但 effective supaya prestasi bekerja boleh ditingkatkan untuk mencapai matlamat organisasi yang ditetapkan。所以是说是什么呢？看啊，员工呢，其实在一个公司里面，他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不对？你没有这些员工的话，你的公司怎么样运作？你没有员工的话，公司谁来帮你做工，对不对？所以在人力资源管理这方面呢，在每一个公司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算我们在本两堂里面我们要学到这个吧，关于人力资源管理。 OK， 所以这人力资源管理呢，它 它是必须要被我们讲、计划的。你要良好有这个怎样去管理的员工，然后怎样去实行它，跟很详细的得力地去想、实行它。所、so, 可以、为了要确保、啊、我们员工的表现呢可以提高。为什么讲可以提高员工表现呢？因为在、人力资源管理其中一个角色呢，哎，我们不讲角色了，其中一个他们的工作啊，算是角色了，就是要去我们讲提供这个latihan dan pembangunan给你的员工，就是说这个公司呢，他们要定期的提高员工的技能。 OK， 当因为我们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嘛，时代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科技一直越来越强烈，所以、可能一些 technology 啊，新的科技啊，新的知识啊，所以这个公司呢，它要为了要、有更好的这个我们讲的共同啊，我们读本两个一个公司它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讲的共同啊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讲我们讲的共同啊呢，一定要有好的员工，对不对？所以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增值你的员工，就是提高员工的技能跟他们的知识。 OK， 去讲去提高呢，就是给他们去 training 啦，说给他们 training 之后，希望他们的 prestasi 他们的表现呢，工作表现能够提高。 OK， 来去帮助你公司想要得到达到的目的。这个 matlamat organisasi mencapai matlamat organisasi 就是 mencapai keuntungan yang maximum 啦，啊，或者是一些目标，就是通常 OBU 的公司都是他的目标就是赚钱的啦。哎，所以员工很重要，在这边我们要很好的去管理他们呐。啊，就是这他本拿烂在这里，对啊。OK，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点一，这个一点一的 part 只是讲关于 definasi 嘛，对不对？我看一下是不是？嗯，一点一是讲关于 definasi， 本文上说不马路线。OK， 好，来他讲。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啊，还有再讲个意思啊，什么是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它是一个 usaha， 哎 ，usaha 就是 cara 啦，我们读做如果上 usaha cara 去 membangunan pekerja dalam sesebuah organisasi， 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你要怎样去建立啦，我们讲，或者是pembangunan这个我们可以讲是建立或是提升。哎，我写华语了哈。建立或者是、提升、提升你的员工，它是一种方式啦、方式去建立跟提升你的员工。然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 menarik membangun mengekal pekerja yang berprestasi tinggi。 我们
我养，看来你这个公司哦，有时你在我如果你跟别人去工作了，你会发现到这种情况。有一些人呢会讲，哎，为什么我想要换工？你去问你朋友，哎，你一听到说，哎呀，那这个公司啊，它的管理不好，很多其中很多因素是公司的管理不好，管理不好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了啊，他们的福利不好。公司对待他们不好，哎，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员工很多很多都会跑掉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有良好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话，你不单单你可以提升你的 OK，这样子的话，你有良好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计划啊，我们讲它计划，这样子的话可以吸引，哎，还可以吸引那些。有工作表现好的员工来到你公司表工作吗？OK，你人力资源可能说你的福利好，在这工作公司工作的福利好，还可以吸引很多那些不给这不不啥是定义来去你公司做过吗？那些高技能的这些员工来工作，然后他也可以提升，因为你在人力资源管理哦，他是有一个计划是，哎，我要怎么样提升我的员工的表现嘛，对不对？啊，你有良好的这个本身什么马来西亚呢？它可以帮助你建立我们讲的不帮那我们帮我提升你员工，跟蒙个高是不个就是什么意思？蒙个高就是你要维持你的员工继续跟你工作，就是你要留下他啦，因为不然的话你的那个跳槽的那个频率非常的高，你动不动员工做2个月、3个月、半年、1年就走了，对，那个 turnover 我们讲的公司啊，它会损失很大，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公司啊，它的跳槽率或是辞职率啊，员工辞职率很高，它会影响公司的表现。为什么？第一，公司会损失什么？为什么损失呢？因为当新员工进来的时候，公司要花费一些 cost 啊，去 train 他嘛，对不对？train 他到他会做为止。然后需要一些费用，还需要时间，哎，不单单是 cost，马车也是嘛。做员工做下跑掉，哎呀，我要请一个新的人进来，公司又要重新那个同样的 process 去给他 training 啦，给他去估数啦，所以 cost 会提高啊，然后它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运作也是嘛，因为如果那个空那个职位空缺的话，啊，公司的运作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这个我们讲，所以本乌沙索马是很重要，也是啊，它是一个本啊乌沙哈，不帮乌那不个叫，杜鹃它的目的是要本哪里，不帮乌不个高，不个叫要不巴西定义，那些不个叫不提到不巴西人定义的话，你赶走就没有关系，是我们都想要炒掉好了，对不对？小杂，我换位置一下，电脑没有电了。哎呀，好，那我们继续啊。我找到你啊。OK，第二，OK，本山孙本马路是九个门，不干啥都风系，让你拉上那个达到 organisasi yang dapat membantu mempermudahkan penggunaan sumber manusia secara berkesan untuk mencapai matlamat organisasi. OK，这边意思说很长，对不对？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它的重点就在这里。人力资源管理呢，OK，它可以 mempermudahkan penggunaan sumber manusia secara berkesan。你有良好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呢，你就可以更有效的去利用你的公司的人力资源，就是这样子来帮你达到公司的目的。M bermudahkan penggunaan ini sumber manusia，就是这样吧。So, ketika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dapat meningkatkan productivity pekerja lah。OK，如果你有良好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话，可以提升
员工的生产能力，员工的表现，哎，然后最主要好处就是帮你公司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目标啦，就是这样吧。Boleh faham sampai sini? Saya masih belum selesai. Okay. 好，一直下雨哦，今天，好呢。OK， 来，第四 kepentingan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要呢？去管理人力资源，不要管他们，不可以吗？啊，重要是什么？第一，哎，这个 A B C D E F 啊，这个要记啊。kepentingan它的重要性，一就是我要确保我的员工呢在公司里面是足够的。OK， 人力资源管理里面呢，它不单单只是讲哦，我要讲提高员工的表现啊，员工的福利啊，然后他也要知道说，哎，他要这个计划，我这公司多大，我这个部门多大，然后我需要的员工是多少人 ，OK， 才可以有效的让这一个公司运作。所以它第一个的重要性啊，本无上损和满学是可以确保，可以能确保公司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工作。A， 足够的人力资源。第二个呢，损和满学是 diberikan latihan yang cukup dan begini。所以它的重要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啊，他可以得到最新的或是足够的 training 练习，对不对啊？所以来 update 他们自己啦，能够 update 自己。第三呢是 pengagihan sumber manusia secara berkesan 啊。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有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啊，这个公司有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分配我的员工。OK， 什么员工是我们去召集这个员工来了？哎，我们可以知道，哎，这员工他的 kemahiran 是什么，然后他的强项是什么，然后他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分配他到适合的部门工作。啊，本来也很舒服嘛，有些时间的，不，可三。D 呢 ，kemajikan sumber manusia sentiasa dijaga。OK， 我们其实这也是很重要了，对于员工来讲。他们的福利啊，科巴基刚我们叫福利，哎，福利，哎，员工的福利呢，他可以受到保护，哎，保护员工的福利啦。一呢 ，prestasi sumber manusia sentiasa dipantau yes， 人力资源管理还有一个重要性就是我们要常常去评估这个。什么员工的这个表现，哎，员工的表现，哎，评估员工表现，为什么我们想要评估员工表现？有时候我们想，哎呀，就发现到最近员工很懒散，哎，然后他们就要去做这个调查啦，说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懒散？为什么最近员工的这个 productivity 啊，生产能力那么低？啊，为什么公司员工的表现那么差？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福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可能是他们的技能上的问题啊，本能达换上的问题啊？所以透过这个本无上数目马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原因，然后再做出一些调整。你说这是它的重要性了，可不定啊？去门满到 prestasi bekerja。OK， 然后 G F 的，你看 tahap， 我为什么还放到最后一个 tahap motivasi sumber manusia sentiasa tinggi 啊？你很好的去管理他们的这个 motivasi 啊，哎，他的 motivation， 他们的动力啊，都是处在于很高的水平的。哎，员工就很有这个 motivation 去工作嘛，来帮助公司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它的根本点的重要性 A 到 F。Boleh faham kita? 没有关系，我到一点一这个 part 我 stop 一下，让你们做一些练习啦啊。OK。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只有一点点的了。Fungsi sumber manusia yang melibatkan pelaksanaan tugas yang berkaitan dengan pekerja boleh ditunjuk seperti berikut。
OK， 这个就是我们讲它的 function 啊，顺波马路线。哎，这个是上我们报 Form 4报 Form 已经有讲了，顺波马路线的八个方向。第一个是像 branch 顺波马路线，那等于要计划要多少个人啊，多少什么员啊，多少个员工工作啦。然后 mengambil 顺波马路线就是 recruit 的意思，你去啊 interview 这个顺波马路线，去聘请这个员工，然后给他们一些拉提汗，哎，然后持续的给他们拉提汗，哎，我们拉提汗有没得路上那些给在位的这些员工，然后提升他们，帮助干你的顺波马路线。Menilai 就是你去评估你的员工的表现，然后 mengamalkan peraturan dan peraturan disiplin， 然后你要什么呢？我们要有些就是帮这个什么员工定下一些规矩，因为他们不能迟到啦，然后一些规矩，然后通常都是不迟到，然后什么呢？不能偷东西啊，偷公司偷用公司的资产啊，这些 discipline 的 protocol 必须要跟从啦。每个公司不是自己的 protocol 的。然后我们 beri ganjaran dan faedah， 也是这个就是gaji，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然后给他们一些我们讲奖赏啦，跟一些好处 faedah， 可能给他们一些 bonus 啊 ，bonus 给他们一些就是 bonus 啊，哎，就 bonus ganjaran 这里。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 function 啦。公司 super 嘛，有些在一个公司里面，人力资源部的 function 呢，他的工作就是这个 A 到 H。OK， boleh faham？ OK 啊 ，So 我们before 我讲这一点，我会讲一点二一点点啦，等一下，我们不用太快啦，反正还有点很多时间。我们先做一下，这 objective 来 objective 第一题到第三题，一到三，这是关于这个一点一 part 的 ，the finance 本公司算什么嘛？同学，来坐下啊。上来。
OK, number 1，刚好三题有三个人啊。第一个我们用 Johnson 来回答先啊。Pilih pernyataan yang tepat tentang maksud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So, 哪一个答案 ？Johnson。Johnson。喂 ，Hello， 九胜你在吗？九胜，喂，呼呼。九胜睡着了啊？还是没有？你在做别的东西？啊 ，Yes， 喂 ，B 到底是谁在回答我？九胜回答我是 D， 九胜是 Boy。OK， 我们看这两个人啊，到底谁人对啊？其中一个人是对的 ，OK， Johnson 是我讲是 B， merujuk kepada pendekatan dan cara mengurus pekerja organisasi sejak cekap， pendekatan 是方法去管理员工，更好的管理员工，是我们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definasi 吗？喂，你看，它的 definasi 是 pengurusan modal insan bertumpu kepada keperluan sumber manusia pembagian organisasi， 然后啊，是不是？然后啊，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啊 dapat meningkatkan 他们 prestasi 来 mencapai 他们的 matlamat。说哪个？答案是动机啦，全身对了。也就是说，你要计划规划员工，然后来去发展他们嘛，来提升他们，提高他们的表，留下这些员工的表现，最主要是为了要这个达到。公司的目标，这个是动机。OK， 第二题 ，Pen， mengapa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penting untuk sebuah organisasi perniagaan？ 为什么很重要呢？Yes，OK，B，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可以，确保。这一个员工啊，他的达号 motivasi 是保持的，能够高他们的达号 motivasi，OK、okay, 对。然后看第四 ，dapat memastikan tenaga pekerja sentiasa mencukupi bagus。我有讲到 mengatasi persaingan 没 ？persaingan 是竞争能力，在这个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关系，减少这个失业率，关我屁事是不是？因为不是这个本部上说不马路线的工作嘛。所以是答案是一根死 boy。来，第三 Johnson， maklumat yang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aktiviti yang dilakukan oleh pengurus sumber manusia. Okay, mengenal pasti keperluan tenaga kerja dengan menggaji sama ada organisasi mempunyai bilangan pekerja yang mencukupi, berlebihan atau kekurangan. Menetap pekerja di jabatan di bahagian mengikut kemahiran dan kepakaran masing-masing. 这个就是penempatan。Pengagihan pekerja, 帮他们分配到啊适合他们的部门，然后依据他们的这个啊专业，然后 make sure 这个 organization 是有足够的员工，或者是会不会太多员工，或者是缺少员工。所以这个 apakah proses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这样的篱笆这两边。依据这两个本雅的啊，它是哪一个他们的本无上的范围？是本阿瓦吗 ？Control 还是带领，还是计划跟安排？
蒙阿瓦是管理哈，管理怎么管理，然后蒙是带领，第三是计划，第四个是安排。所以依据这两个句子里面，它是属于哪一个范围的？先生，C 呀、啊、，OK， 你看，蒙明贝他有带领他们吗？有关于到带领他们吗？有哪一个东西，哪一个部分是你觉得他是有带领员工的？没有啊？有没？这个是计划吗？对不对？计划啊、要多少个员工啊？答案是东西计划跟。这个是、哦啊、安排他们到适合他们的部门吗？也就是三跟四动机才对的。Okay， 把他们 ，Alright， 好了，然后接下来 ，OK， 我们不要站快了，现在我这边剩下一个。五分钟的时间 ，OK， 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下我们七点，休息多久？给你们一个五分钟的时间啦，哎呦，十分钟啦，反正是四啊。等下七点两个字，我们重新转回来，好不好？我们再看一点二，我们不需要那么快。你们趁这个时间去走动一下，然后消化刚才我讲的东西，它的本丁安，然后它的马顺。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有时会问的嘛。OK， so 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个十分钟，七点十分，大家准时的转回来啊。OK， 等一下见。